乃芝啊，玉娇人呢？啊，情况怎么样了？玉娇还在手术室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来呢。啊，没事的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啊，嗯。周雨辰，你到底是不是玉娇的亲姐姐？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你简直不是人！妈，别动手！你这个坏心肠的女人！我告诉你，他们母子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绝饶不了你！你拉着我干什么？妈，妈，妈，你打死我！佩云，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干嘛打雨辰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好好问问你这个好女儿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她心肠更歹毒的姐姐。雨辰，你对雨秋做什么了？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那雨秋现在有危险吗？雨秋现在有危险吗？雨娇一定会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周雨辰，你还待在这干嘛？赶紧给我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大志，雨辰他不是故意的。妈，我先回去了，雨娇有消息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，妈会给你打电话的。真是个恶毒的女人。哎呀，好了，别说了，都什么时候了。别生气了，先歇会儿吧。来，坐。哥，别担心了。大志，若云，雨乔怎么样了？姐，姐夫，雨乔怎么样了？说话呀，你们！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怎么样？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手术顺利，母女平安，恭喜你们！谢谢，太好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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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。母女，妈，老天保佑，保佑我们雨乔和孩子都平安。雨乔，雨乔出来了啊！雨乔，来，雨乔，你受苦了。恭喜你当妈妈，哥，恭喜你当爸爸。雨乔啊，你辛苦了。谢谢你帮我们李家生了一个宝贝千金呐。嗯，千金，雨乔，妈妈也恭喜你。嗯，我姐呢？你姐她回去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念你那个姐姐干嘛？心肠那么歹毒的女人，让我们赶走了。雨乔啊，你姐她不是故意的，你千万别记恨你姐啊。啊，怎么样，雨乔？还好我们家雨乔会吃。孩子虽然不足月，但是有2400公克，将来一定长得壮壮的。哎呀，这个女孩子家要她长那么壮干什么？女孩子就应该漂漂亮亮的，像我跟若愚似的。对，像我一样。小孩子长那么壮有什么用啊？只要平安健康就好了呀，是不是？对，千万别像那个雨辰那样。当然不会像我姐了，我姐那香菇头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是是是，也不知道那个香菇头谁生的。哎，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我带大雨乔她们姊妹不容易，我总算是熬出头了。你们可别指望我在操心呢啊！我要是在操心呢，我这个皱纹呢可就长不完喽。哎呦，你还担心你的皱纹呢？哎呀，我才要担心呢。我们家又多了一个赔钱。哎，喂，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了？我说的是实话。我本来还指望着他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哎，姐姐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无论是男孩女孩，那都是父母的心头肉。对啊。再说现在是女孩比男孩强多了。大志不就是个例子吗？总之一句话，姐，你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早就应该改改了。你还以为旧社会啊？就是啊。是是是。汪勇说的没错，这个生男孩生女孩，这不都是咱们李家的宝吗？不是吗？你看看咱们现场这些女士一个比一个优秀，依我说啊，生女孩啊没准比生男孩更优秀呢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老婆，我看呢你最棒。我觉得你最棒。是啊，妈，你跟我不也都是女的吗？就是。哎呦，是是是，你看
看你们一个个的都来批评我，生女孩好，生女孩好，行了吧？爸妈，我要谢谢你们两个人这么长时间一直照顾我，将来小宝贝长大了还要拜托你们照顾。没问题啊，应该做的呀。没问题。妈，我也要谢谢你，我生了孩子才知道你生我养我这么不容易，生孩子真的好痛啊。妈，谢谢你。李大志，都怪你，那么痛，你知不知道有多痛啊？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孩子我们这边带是不是啊？那你呢？哎，玉桥，你听我说，等你小孩以后长大了，我来教他画画，怎么样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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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为什么老是看着我呀？你让我多看一会儿嘛，待会儿进厨房就只能盯着鸡鸭鱼肉了。你真讨厌，小心鸡鸭鱼肉都找你的麻烦。最近老板给我请了几个助手，等连锁业务拓展的差不多了，我就安排出时间给你一个浪漫又美丽的婚礼。我不要。我不要浪漫也不要美丽，我要的是什么？是真心相爱，平淡而幸福的未来。诚心相待，真爱无悔，那也是我所渴望的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拥有幸福的未来。上班吧。好，拜拜。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告诉别人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点击率又创新高，我们这个栏目啊肯定又要掀起风潮，你现在就是大红大紫的一线大牌了。我不但要掀起风潮，我还要制造几对复合失败的情侣。红导，你能不能有一点创意啊？你不要每一次只会搞复合嘛，你让我多难发挥啊。这种栏目观众看到开始就知道结尾讲什么，谁愿意看啊？还有今天这个台本是谁写的？800个电视栏目一样的台词，让我怎么说啊？这个写台本的人，他明天不要再来了。哼，眼睛长到眉毛上面去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是点击率比较重要。还吃？哎呦！来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我的朋友吃了你的菜，你看，一个个都肚子疼，肚子疼。这哎，不行，这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交代？这怎么交代啊？我朋友出了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交代得起吗你？这个，老板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儿？你自己不会看的？我朋友吃了。不仅肚子疼，还上吐下泻的。先生，你们今天除了吃了我们的食物之外，还吃了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就是那个厨师吧？是。这明明是食物中毒，你看不出来啊你？今天这事儿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的。看什么看啊？都走了，这家餐厅有毒的，吃了会上吐下泻。快走了！各位，不要走！先生，你不要乱说！别走啊！不要走啊！别走啊！小子。你给我记着，要是我朋友出现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会告你的。先生，你，先生，对不起啊，先生。
哎，先生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！夏平安呐、啊，夏平安，你出这么大的纰漏，你是让我这个餐厅关门大吉啊！老板，我保证绝对没有问题，所有的食材配方我每天再三检查，不可能出事的。你还死不认账，你是要气死我呀？我说不是我就不是我，你要查清楚，不要乱冤枉人呐、啊！我把这餐厅，把这厨房交给你，就需要你负全部的责任。好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我只好请辞负责。你，啊，你，你，谢了啊。你在想什么？若鱼还在上班呢。唉，我竟然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业了。平安，翁叔，平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休息啊？啊，我失业了。失业了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餐厅的食物出了问题，客人吃了拉肚子，老板一口咬定是我的问题。你们老板不是笨蛋吗？你这么好的人才，他不好好护着，他把这事往你身上推，这不属于脑子有病吗？这是。哎，平安，你看，你是这个酸菜的原创厨师，你要到我们白象面馆来当大厨的话，那我们白象面馆就会天下无敌。你是说让我到面馆工作？对啊，你到我们面馆工作，那是我们面馆的福气。怎么样，愿意吗？求之不得。拿着。哦，走，跟我上班去。妈，过来喝茶了。啊，来，佩云，喝茶吧。好好好。来，倒着。什么茶呀？红茶。嗯，今天搞红茶了。嗯。哎，各位，各位。嗯。我今天啊，帮咱们店里找了一位重量级的帮手，你们猜是谁？谁呀？嘿，我猜你们也猜不到。当当当当！平安呐！平安！平安！汪勇，你刚才的意思是，平安他愿意加入到我们这儿来了吗？我都了，我都了。喜欢你，我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工作，希望伯父伯母愿意收留我。愿意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平安，你要是能来我们面馆，我们面馆就如虎添翼了。好，看你高兴的，平安，还没吃吧？大志，哦，去给平安下碗面去，尝尝咱们家新的汤头，里边有酸菜的口味啊！快去，快去！平安，你尝尝我的手艺啊！好好好，去去去。来，平安，来，快坐，来坐吧，坐吧。哎，平安，来，请坐。好。哎，面来啦！来，快尝尝。哇，快尝尝怎么样？让我来尝尝。嗯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牛肉还有面条很有嚼劲啊！汤头味道很足，尝得出来是用大骨头长时间熬煮成浓汤的。是啊，我们这个汤里面啊有很多胶原蛋白的，男女老少吃了对身体都很好的。哎，平安，
你尝一下那个酸菜。你跟我说完之后，我有点不得要领，就自己尝试着腌了。你快尝尝，怎么样？尝尝尝尝。好。我想这酸菜牛肉面优于其他竞争者的地方，就在于它的酸菜用老坛秘制工艺，足食晨泡，酸脆爽快。哦，是是是。哎呀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大致腌的这个酸菜的味道呀，还是差这么一点点。没错，这腌制酸菜可是大有学问的呢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啊，认识一位来自白象山的朋友，他告诉我，传说中腌制酸菜的人，家里就住在白象村，村里有一口白象井，水质甘冽，用这井水腌制出来的酸菜特别酸爽美味，这就是老坛酸菜的由来了。那如果说这个传说是真的话，哟，那我们面馆不就发发财了吗？是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传奇呢都贴在墙上，贴在墙上，贴在墙上。哎呀，好主意呀！啊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啊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以后腌制酸菜的工作就交给我来负责。我想我应该可以腌制出带着传奇味的老坛酸菜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这样一来的话，咱们家的酸菜牛肉面那不就名副其实了吗？嗯，是啊，谢谢你啊，平安。谢谢谢谢。哪里，谢谢伯父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一来的话，我们家以后的这个生意啊，就财源滚滚了，我每天数钱都数不完。数钱数到手软啊。哇，菲菲，你看，你看这花特别香，特别艳。你闻闻，你闻闻，你赶快放好，弄坏了老板会让我们赔钱的。你是说我们？你是让我和你变成我们是吗？啊，我太开心了。我说我们你就开心啊？我是怕我没有钱。啊，那怎么了？我的钱包不见了，可能在刚刚买水果那里。啊，菲菲，别着急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别着急啊，等我。嗯。好巧啊，我们两个又在这儿碰面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这花都断了，怎么搞的？老板，你看这女人把你的花都弄坏了，这还怎么做生意？你应该叫她赔才对。对不起，对呀，你得赔我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也不行啊，赶紧赔我钱。我现在没有钱赔。没钱想办法呀，你不能老赖在这儿妨碍人家做生意吧？就是，快点啊，听见没有？赔我钱，赔钱。嗯，怎么跑了这？小心啊！走开！老天爷，你一定要救救汪勇，让他坚持住啊！妈，舅舅那么强壮，一定不会有事的，你别担心了。护士，怎么样了？汪勇怎么样了？一会儿医生会说明病情，你们再等一会儿吧。我好怕，好怕汪勇他会死掉，他会死掉。妈，不会的，汪叔不会有事的。汪勇，你千万不能丢下我不管，
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要是没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，他是为了救我才会变成这样的。都怪我，妈，别这样，妈，都怪我，你不怪你，菲菲，忘忧那么爱你，他为了你可以牺牲生命。菲菲，我只求你，你以后能不能对他好一点，分一点爱给他，以后不要再伤他的心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他对我好，我一直想要报答他的，我也不能。我也不能没有网友。医生，怎么样啊？你们是病人家属吗？是啊。是是，病人刚做完胸腔手术，手术还算顺利，不过脑部有出血，手术风险实在太大。病人目前的昏迷指数是3，也就是说这3天是危险期，过了危险期命就能保住了。接下来就看病人脑部血块的变化，能不能让他苏醒过来。这么说他还会继续昏迷是吗？那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？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，一定要救汪勇，我给你下跪。妈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医生，等他麻药退了，你好好陪陪他，跟他说说话，他有了求生的意志就能活过来了。真的吗？谢谢医生，我会陪他说很多话的。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要把汪勇救活。我会尽力的，会的。汪叔一定会醒过来的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汪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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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我！刚刚医生说了，要我给你说很多很多的话，你赶快醒过来。你醒过来了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汪勇，汪勇，菲菲的话你都听到了没有？这里有这么多爱你的人，你以后的人生还会很精彩的，你千万不能睡过去啊！汪勇，你赶快醒来，我跟你说话。妈，若云，你这又怎么样了？已经撑过一天了，希望再撑2天。就可以过危险期了，希望好事能发生。若雨，你别太累啊。谢谢你啊，江山，这2天麻烦你帮我加班。干嘛说这些，都是老同事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怎么了？走吧。干嘛呀？厨师长和总经理叫咱们去开会，走吧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总经理，这是本周季节套餐的菜色，2荤2素1汤，主菜是每周都更新，推出之后供不应求，压低成本，维持单一售价，采用限量供应。我这个决策高吧？啊，这次业绩的提升多亏了总经理的决策。本来啊，他们以为我们会上扬价格，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亏了些钱，但是我们采用的是薄利多销的决策，这营业额啊不但没降反而升了。是是是，总经理啊，您英明的决策下达以后，没有一个人敢放松警惕的，按时按点加班啊。你看他们俩熬的都跟小盼盼似的。哎，熊猫盼盼，吉祥物嘛。总经理，这餐厅的营业额的确是上升了，可是厨房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不少啊。我看是不是给他们一些实质性的奖励。对啊，总经理，适当的。处长，你这个节骨眼上提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？大家就共同努力，营业额上涨了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，这个道理我想我不用过多解释吧。总经理，大家在餐厅工作这么久了，不管有没有实质的奖励，我们都会认真工作。对，但是如果总经理能适当的鼓舞大家士气，那我们工作起来就会有受到肯定的成就感。对对对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你们也别误会了啊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也不是说就一定不会给你们增加奖励。不过现在我们餐厅不是非常时期吗？大家就先努力工作，让我们餐厅的业绩上涨了，以后才什么都有吗？这样吧，下个月只要你们继续努力，我们的营业额继续上涨的话，如果再创新高，
我会考虑给你们加薪的。啊，对，那大家就同舟共济，为餐厅再创业绩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总经理。谢谢总经理。哎呀，下个月，营业额上去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哎，共同努力吧。共同努力？他怎么不想想我们有多累啊？不是江山，我说你要多少才够啊？一点满足感都没有，上学怎么学的？这不就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差别吗？你看人家若愚刚刚那几句话说得多给力啊，他的那些话呀一下就说出了我们的心声。赶紧的，啥也别想了，赚营业额，同舟共济，加油吧姑娘们，赶紧干活去吧，快点快点，走，咱干活去，别理他，加油。关于上次花朵餐厅食物中毒的消息我已经摆平了，您放心，同业们不会有什么张扬。这次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出面摆平，媒体那么一闹，平安的后路不知道有多麻烦。夏平安进了白象面馆，听说啊，他进面馆以后啊，当了主厨，生意比原来还要好。白象面馆，是不是上次带我去的那家店？没错，这家面馆还给他入了干股，他在那里很努力。改天呢，我陪你再去看看，算是给他加加油、打打气。那倒不急，这样吧，你去做个植入，好好的给他宣传一下，想办法让他在美食新闻里面给他安排一个专访。是，我会好好安排的。小心！妈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这汪勇他会不会真的救不活了？哎呦，妈，我以为您想什么呢？您想这干什么呀？他跟我们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。再说，这人又不是你撞的。可是。我是亲眼目睹那种血淋淋的场面，我是在担心汪勇会不会真的就这样死了。妈，我看您就是妇人之仁，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他是为了救那个女人才受伤的，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看他就是活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妈，我们不讲这个，今天我到这儿来是要告诉您两个好消息的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哎，雨辰，来来来，来得正好，快跟我妈一起听听我要说的这两个好消息。这第一个就是我们餐厅推出的季节套餐，销路非常好，而且有很多客人排着队来买我们的东西呢。这个我已经知道了。另外一个呢？这第二个好消息啊，那就要感谢雨辰了。妈，是雨辰提醒我说，为了防止餐厅的厨师加班要奖金要红包，让我早点防范。果然这今天厨师长就跟我要奖金，被我想办法给打发了。子阳，厨师长开口跟你要奖金，你应该先给他充足的面子，口头先答应他，事后再慢慢跟他调整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妈，妈，我听爸说夏平安已经正式入驻白象面馆了，爸还吩咐红岛要在各个栏目当中介绍这家面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妈，你听听啊，我们让爸报道一下我们的餐厅，他不是推三阻四就是不同意，说什么不能假公济私，要公私分明，这现在可好，他主动帮那个夏平安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，你爸他如果真的这么说的话，就实在太过分了。前一阵子餐厅业绩下滑，我要他出个专栏介绍，他死都不肯，现在居然为了外面的私生子连自己的原则都不要了。不行，我找他评理去。我，哎，子阳，子阳，哎呀，子阳，你别冲动，你这样一去不是把我给害了吗？好了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呢是管不着你爸他想要怎么做，可是我们可以先去打听打听那家面馆呢，多知道一点对方的信息，将来也知道怎么样应付，对不对？妈说的没错，我们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夏平安。子阳，你千万要沉住气啊。
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这里坐好吗？要不要来碗面？下回我尝尝那个啊。来碗牛肉面好了。要不要点点什么小菜啊？小菜？我们这小菜有十多样呢。小菜各样小菜来一盘好了。你都要吗？嗯。哦，那好的，你稍等啊。七桌一碗牛肉面，小菜各一份。哦，马上来。五桌的牛肉面好了。好嘞，平安。七桌的小菜我来送。好的。来，你的各式小菜来了。啊。谢谢。很辛苦啊。忙了里边还要照顾外边。牛肉面再等一会儿。子阳，你别看这家面馆规模不起眼，这正击中了爸爸的亏欠感。规模越小，爸爸想要付出的只会更多，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呢。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不就是家小小的破面馆吗？他能怎么样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啊，你想做什么呀？哼，我能做什么呀？我是个文明人，我不过就想进去看看而已。给你钱啊。好的。走吧。不错啊，你坐坐坐。这个这样子阳，爸在这边，我们要不要先回去？结账。你不用管。给子阳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爸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什么态度？不用你管。我只知道这家面馆是你替夏平安投资的，还在网站上大力宣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对我和我妈都没有这么认真过，对待这个野种比对我都强，你没顾及我的感受啊。子阳，这里是我的面馆，你要闹事就给我滚出去。好了，平安，小平安，谁怕谁啊？今天我们干脆就来个了断。子阳，跟我出来。子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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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好了，姚子阳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平安，我要干什么用不着跟你个野种说？你再侮辱我试试看！我不仅侮辱你，我还揍你呢！子阳，子阳，子阳，平安，平安，你住手！别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夏平安，你给我等着瞧！哼，子阳，子阳，平安，你没事吧？好多话想跟你说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这样每天一直睡一直睡的，那我的话要说给谁听啊？
汪勇，我想告诉你，上次啊，你跟我求了两次婚，我都没有答应你。可是现在，我决定了，你只要可以醒过来，我决定嫁给你哦。我决定做你的新娘子哦。汪勇，汪勇，你醒过来回答我嘛，汪勇。还是不理我。刚刚听到我说话了，是不是？菲菲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醒过来了，你醒过来了，汪勇，佩云姐，汪勇，哎呀，汪勇，你醒过来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你醒过来了。他刚刚才醒过来的，菲菲，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呀？他就这么醒过来了啊？姐，菲菲他向我求婚了，我当然要醒过来。我没有向你求婚，我是答应你的求婚。哎呀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我说呢，这阎王爷怎么不把你收去了？原来你是要娶美娇娘了，舅舅。舅舅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我当然要醒了，不然的话，我的幸福就溜走了。妈，你答应汪叔的求婚了？啊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看你们俩一脸甜蜜的，汪叔肯定是吃了仙丹才醒过来的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因为你妈，因为菲菲啊，汪勇才起死回生的。舅舅，菲菲姨，恭喜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汪叔，祝你早日康复。谢谢。哎呦，汪勇啊，你现在一定肚子很饿吧？姐给你盛碗鸡汤啊。哦，对了，汪叔，你住院这几天，我的酸菜已经腌制成功了，而且店里生意不错，来的客人都得排队等上半天呢。我就知道你来了准没错。啊，只不过今天店里来了几位不速之客。谁呀？姚浩谦、姚子阳还有雨辰，他们来店里找茬闹事，我和姚子阳还打了一架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只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来闹了。真是的，这些人总是阴魂不散的，他们怎么老是来找你的茬啊？平安，等我出院以后我就回家守店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会让他们越雷池一步。嗯，平安，我倒觉得应该以平常心去对待，面馆开业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人，你就把他们当成其中一种客人，千万不要生气，如果生气的话还会影响面馆的形象呢。听你这么说好像就没那么气了。啊，哎呦，鸡汤好了。嗯，菲菲啊，这鸡汤我看还是你来喂吧，这样人家才喝得下去啊。来，谢谢佩云姐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让舅舅安心的喝鸡汤啊。哦，那你们就好好休息啊。好好啊。我虽然在医院里吧，不应该讨晦气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幸福。我希望这辈子都能这样。
享受你对我的爱。赶快喝鸡汤啦，再喝一点。